谁聊？谁聊？谁聊？刀刀又打，彪的一发言，聊不动啊！那个谁呀、啊？谁？杨刀，正好我卡了个视角，刀了那个谁来着？是九月还是叫小温？小温为鹈鹕啊！小温为鹈鹕。出来一个谁是瓦妹还是珊珊我记不清了啊，记不清了，你们在场的盘一下啊，刀刀你聊不脱，面刀逮刀啊，你聊什么都没用啊，先把这个刀刀出了，鹈鹕已经死了啊，鹈鹕已经死了，所以这把很好打啊，过好人不要搅局啊，不要局啊，过 OK 轰轰发言。首先我就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并且我要快速过麦给的杨刀，我想问贼从肚子里出来为什么你不报警，你跟他是队友吗？过啊、杨刀刀发言，杨刀从肚子里出来，我愣住了，我没想到，然后我看当时有刁德一还有笑三和谁，反正然后我一开始下去是在坑道里遇见小文珠和他复活在一起，然后他一口把我吃了，说要保护我，然后我就在搁那喊老爸爸救我，老爸爸救我，然后我就被刀了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我不确定这把刀到底是警长刀还是狼人刀，所以这里我不能说，好吧，这里先过麦，我是被吃完刀出来的一张牌，我是出来的那张牌，过了，这不铁狼人刀吗？这有啥不能说的？又没有人知道你被小文吞了，除非有人看到你被小文吞了嘛，对不对嘛？他才会喊小文是欺负嘛。但是我们都在那个实验室，我。大毛、轰轰、修可爱，我们都在。然后我右边还来了个同珠，跑拍景的一瞬间，那外机位还死了个九月。马老师不让聊，哼，不让聊，我偏聊，我就聊。外机位还死了个九月呢，过。我觉得出杨刀刀没有问题啊，出杨刀哥多的就不聊了，好吧，多的让仔仔聊吧，过了。坏了，看不上。行啊，那就让仔仔聊。我问你，那。鹈鹕图肚子跟抛出来，你应该配警，对不对？过。这杨刀纯乱说，我一个人都没见过，我这把纯乱说，我可没见过他，我可没见过。哦，我见过李仔仔从橱柜往地牢走了，然后我再也没见过别人了，我可没在你们现场，不在现场不予评论。过。秀可爱说的对，那这一轮当杨刀发言完的前两秒的时候，刁德一挂票了。那他挂了只能是羊刀啊，过啊，其实我的视角是比较晚的，因为我一开始是跟、哎、我是跟笑三一起出生的吧，好像是，我是储物间这边，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哎、笑三一动不动，然后走到储物柜的时候遇到了铜珠，然后我们往上走的时候遇到了刁德一还有三三还有九月还有谁啊，我忘了，反正很多人，然后一起在隧道这边，然后我说那个笑三一动不动，我同桌说，然后往上走，往实验室往上走，后来我听到他们要去对身份，我想下去看一眼，然后我是一开始是跟同桌往上走了一段，我想下去看一眼，走下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地上有尸体，然后一个羊刀站在那里，然后面前有三三和刁德一三个人一动不动，然后突然之间刁德一就拍紧了，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刀羊刀的不是刀那个小温度的这个人一定不是什么好刀，我觉得你直接可以把这个人拍出来，那么我觉得你如果不愿意把他拍出来，那我肯定把你跟那个刀了小温度的这个人打为双狼，但是你不肯报那个人是谁，那我现在肯定是投你了，那首先他在一个没有视野的情况下把你剖出来的，你还要说他有可能是好人刀，我觉得就是狼队友把你抛出来了，你还在保狼队友，我这波会去投那个刀刀，过了。发言太长。刁子怡和珊珊都不是好人，因为九月刁子怡、珊珊、小温他们往下走，
然后九月也嘎了，主要是多了一个九月被嘎了。当时是他们在地牢那块儿，然后我本来也想对身份，但是三三说了一句这么多人对身份多吓人啊，然后九月跟着他们下去了，所以九月嘎了。我不管叨叨和刁的一他们两个谁是那个狼，总归我们可以投三三吧，知道吧？因为我不太确定，因为一定是有个人在旁边就悄悄摸摸的把九月给刀了，而且是他们中的人，好吧？我会投三三啊，我投三哥，我过了。一派胡言，我三三一派胡言，明狼叨叨不出。啊一派胡言，同桌你搞错了吧？我认你为好，但是你搞错了。刀刀面刀，刀刀面刀，九月他跑了，他往右边走了，他往右边走了。下去的，我看到他往右边走了。一派胡言，我估计你是搞错了。又三三，天天他同桌搞错了，同桌肯定搞错了。你别说话，别说话，三秒钟，给我，同桌搞错了，同桌搞错了，绝对的，同桌搞错了。让一下，远点，远点，远点，让一点。对，哎呦，哎呦。哎呀，我，你看嘛，这两个，行吧，那弃票吧，过了。弃个锤子啊！三个人，那四个人怎么弃啊？不是，空岛牌啊，点高。怎么回事？我啊，交的一刀人了，这些不是好了，过。总理弃票过。那他就又第四列全出，过。你们等等我，你们全部刀完人，我还有两秒 CD 呢，等等我，我转杀好慢的，弃票过了。哎，头人。等一下，刁德一发言。等一下，拆小山鸽子。那也死了，我操！好拆，好拆。完了，完了。等一下，是这样的哈，三行集合还没来啊，还没来，集不了一点儿，完了。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拉林还能赢，拉林还能赢，拉林还有说法。OK， 我拉的零啊，你们了过。小三啊，小三啊，怎么说就得弃票了吧，小三，弃票吧，好吧，小三，小三，过了。那要不我们先投呆呆，他说他，他说他是专杀。他如果在外面到人我们可能看不见。哎，不过说实话，哎不，我们先投掉的一，然后等一下我们在一块儿不就好了吗？对吧？投掉的也要过了。掉的一发言，不对，你想一个道理哈。三三为刺客狼把自己拆死了，那么已知瓦妹为专杀的情况下，等会进去你们没有拍零，这个时候他不出刀关灯做任务，你是不是要分开？你一旦分开，给专杀逮到机会，刀了一个你看不见，你怎么办？但是留我刁特一在场，你能看到鸡腿，你是不是好打？对是不对嘛？所以修可爱，你这时候你看同桌他前座位发言，发完言之后他说归我，我说的有道理，你怎么投，对不对？你万一搞票，这个同桌他要执意要投我，结果你听我一说，你投瓦妹，你分票了，炸裂。对是不对，全票出瓦妹没毛病吧，秀哥，对吧？萧山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最后一个归票
有专杀，他进去不刀开任务，你是不是要分开？你要捡食物吧，对不对？你赢不了的呀，你做任务，你任务条那么长，他找不到机会，他不出刀，我第二轮再开任务，你还得分开。你但凡分开专杀就有机会，对是不对？你自己品啊，过。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潇洒，你知道的，我知道的，叫做一说挺有道理，就是仔仔他是专业杀手，就我们连看不见尸体，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跟同组的票投掉的也过。我本来觉得挺有道理的，马老师，但是你说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突然发现，那万一你是个什么死鸟鸭呀、什么炸弹狼之类的，那不就更坏了，是吧？本来我觉得，本来我是想出哇李仔仔的，但是鉴于李仔仔在我的仇人名单第一名，我莫周围还是归票李仔仔，全票他非瓦妹过。怎么这样呢？进吧进吧进吧！我一个人都没刀。我是好人。投了我一票。是，你是专业好人，我知道。我一个人都没刀 ，CD 都没好。可惜，太遗憾了。想一下啊，现在没有开饭了，没有警长。修改执行的，大家共和。用吗？为什么这样子？点灯，点灯，来点灯，来点灯，右边，来右边，过来，过来，过来。OK，OK、OK, OK。天敌！哦哦哦，逮到，逮到，逮到！我来。找你找的好苦，哎，怎么是你手快呀、啊？是的，我是可惜呀、啊。啊，我就把刀出来，我们赢了，我刀伸出来了呀。可惜了，怎么会输、啊？在跟天他摸的远一点，可能。Oh my man， 可能是他的判定吧。巴德，我招刀，我刀伸都出来了呀。哎呀。是警长呼刀了吧？手开嘎了，对，是吧？我就知道啊，我听到声音了。这也能警长呼刀啊？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是新队员，操！行，可开，可开，我操！